Hey, big family. It's Jonathan with the soundstage. Hey,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 What does eating noodles and rock and roll have in common? Absolutely nothing, right? Unless you're Beijing's local band, Misandao, that are also the owners of this local noodle shop, Noodle Inn. And if that's not interesting enough, there's also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m that makes them look very different from me, for example. Can you guess what that is? Gotcha! You thought I was gonna say it's because they're Chinese, didn't you? Racist.并不是像大家所认为skinhead就是坏人，或者就是种族歧视或者自己。对，这就是我的厨房，在没有员工之前是我自己天天在这战斗，然后后来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然后我们有了新的一个音乐人厨师刘然，主要是心智。然后还有我们的阿姨也是我们找来的，刷碗的阿姨，还帮我们弄煮面条做饭。阿姨给这正脸，阿姨。对，然后我们厨房现在基本都跟北京的所有厨房我觉得不一样，因为我是按家里厨房装修的，然后包括冰箱都比较干净的，用的都是新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蔬菜在这儿，通常北京的很多饭馆，我想他不敢让你拍他的厨房。 They never film in the kitchen, but then I can film in the kitchen because my kitchen, everything is okay. It's a sheep's stomach. Outside is a sheep's stomach. Inside is beef tender. When I know what I want to eat, I start cooking. When I find on the street too many restaurants, I can't go inside because it's dirty. So I start cooking. I'm not sure. 然后后来慢慢的听一些 CD， 包括接触身边朋友这些文化渠道，就是慢慢能知道更多一点。所以现在呢，我比较就是能明白一点了。然后我觉得 skinhead 是一个非常团结、非常积极向上、非常就是很男人、很爷们儿的一个文化，所以我特别喜欢。最开始可能。 北京没有我们这种风格，然后可能很多人到现在也不知道，就这种风格到底是什么。可能在美国，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 skinhead， 然后有组织，然后一些不好的人利用这个组织干一些坏事儿，然后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觉得就 skinhead 就是纳粹，就是新纳粹。 我的第一把琴就是我爸的小时候的吉他，然后我爸也是一直知道MISANDAO这个队，然后我爸知道我接触MISANDAO之后非常开心，然后他现在也剃头了，他特喜欢，然后因为就是找到一支特别好的乐队，然后能让我得到更多锻炼，学到更多东西。因为他本身是一种工人阶级的。 工人阶级的这样一种装扮了，也是因为我们倡导的生活状态方式，也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养活自己，去吃饭，去做你想做的事儿。然后，大部分中国人在玩摇滚乐的时候，都存在一些误区。我觉得大家都是以那种穷苦累，或者说生活很不如意，然后坚持不要工作，然后就死磕摇滚乐。我现在在一个。 幼儿园当教孩子打架子鼓的老师，后来才发现其实教孩子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往大了说可以让孩子从小就知道一些
有关音乐、有关摇滚乐的就正确的一些概念。米三刀毕竟他是有一个意思，他是老北京的一种小吃，所以我们也是北京的乐队，所以觉得挺好玩的吧，可能没有什么具体意思。战地，我们不惧强敌，战地每一个阵地。